第四题，在第七次实验中，此单摆的周期为多少秒？所谓的周期就是摆动一次所需要的时间。我们看到呢，在第七次实验中，摆动十次所需的时间呢是 20.1 秒。那么如果估计值忽略不计，那就是20秒。20秒是10次，所以一次需要2秒钟。所以呢，我们第四题的答案呢，我们应该问我们说，第七次实验中此单摆的周期为多少秒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 2.0 秒。